禅宗有一句名言：“十得一，万事毕。”请老法师解释。这个一不是数字，数字你十得一，一后头有二，二后头有三。这个一是真如啊，是自性啊，特别是在望境还原观里面，你看他说的多好啊！望境还原观里面第一条，显一体，就是这个啊，你只把这个认识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啊，这个认识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见性成佛了。在《华严观》里面讲，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是一样。啊，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从常这发生。这是源头啊！宇宙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生命不是讲别的，讲我啊！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！大乘教里面讲的依报跟正报啊，依报是环境，就是宇宙啊，万法；正报是自己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讲一正呢，要讲要这个概念要清楚，啊，正报不是说一切有情众生，啊，一切不是讲这个，正报讲过讲自己，啊，每一个人看到正报的时候，都是看到你自己，啊，不是别人，别人是我的依报，啊，我依报里面呢有人事的依报，有环境的依报。啊，环是环绕着的，净是境界，无量无边。啊，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这一句就是《还原观》里面。所说的一正，其二用啊，啊，从体起用，一是体，啊，自性圆明，啊，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，体是一，从一起两种作用，啊，一种作用，这两种作用啊，六祖能大师是一句话说出来，能生万法。这个能生万法一句，就是一正都包在里面了。啊，它是同时起来的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妄想，妄想是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为什么它太微细了？啊，这个诸位。同学在我们这个道场啊，你一定要把它牢牢地记住。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问一念，这一念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一念。哎，你是这个念头。啊，其实这个念头学问可大了，可不简单了。啊，这一个念是多少念呢？聚集成为一念，我们不知道啊！
啊，弥勒菩萨晓得。为什么弥勒菩萨晓得？大乘教里面讲，八地以上就知道了。啊，那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。啊，他当然知道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一弹指是我们现在讲的一念。我们起个念头，那个速度就是一弹指。啊，这一弹指就是一念里头。佛问得好啊，有几个念呢？有几个行？有几个识？啊，行是现象，物质现象；识是精神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。百千是十万，啊，100个千，十万，就是32亿10万。这叫念呢，念头啊，是细念呢，啊，32亿8000念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一念一弹指。菩萨说。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这就是能生万法啊！所以万事毕啊，你要能够把自心清净圆明体识得了，这个识得就是觉悟了，你真的明了了。那不再迷惑了，万事毕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啊，你所证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在常寂光净土。为什么？你只有一啊，还没有二啊？啊，二就到了十报庄严土，就不是常寂光。啊，就到十宝庄严土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华藏世界，讲的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这比十宝庄严土还高。啊，才是真正究竟圆满佛果。哎，我们也不容易啊，是透过华严大经啊，才晓得这个事情啊。那要不是在这个大经上，这事情我们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知道了。啊，现在呢，那佛要求我们是怎样去证得，啊，去契入。啊，那契入的方法就是妄尽还原观。啊，妄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通通放下。为什么？全虚妄的，这个东西全部放下之后，就还原了，就回归到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啊，那就是得意了。啊，你要是这三桩事放不下，啊，记住三桩。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，你就永远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念佛能不能生净土呢？能生，没把握。你能有把握往生吗？啊，怎样才有把握呢？放下执着就有把握了。你看，妄想分别执着。放下执着，你真有把握。啊，那怎样放下执着呢？我再告诉诸位具体的话，好事不如无事。很多人想做好事，让他们去做啊。哎呀，他们做的不好，
那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再轮回吧。你要发大菩提心，了不起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众生没有度啊，我就不成佛。啊，也很难得。啊，可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。啊，这个不是佛的教诲，佛的教诲让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去，然后再回来，道家慈航，那不是，那你有保证了。你在这个染缸里头不染了，啊，你再来的时候游戏神通啊，啊，真的可以帮助人，啊，四种德行你都能够完全显示出来。四德是华严观上说的，啊，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是恒顺众生呢，妙用是什么？妙用你不起烦恼。哎，随缘里面你不绝对不会生七情五欲，那就妙啊！啊，第二个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们现在所常常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师范，啊，第三个是智直如虎，啊，智直是真诚，啊，内心真诚，外表如虎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最后一条，待众生苦，多不容易啊！这四都是行德啊，自信流露啊，啊，普度众生，对自己丝毫妨碍都没有。